这个绿豆汤里面呢，我没有放糖，但这个真的是治疗发烧最好的良药。小时候我都喝这个，不用吃药的。你听话嘛。你不是没喝吗？怎么晕了？哎，干什么？头晕。你不会不舒服吧？我扶你过去。抱歉了。我别扎啊！你发烧了，现在是高烧39度，估计是跟传染了。我给你贴了这个，以后舒服点。药在这儿，你一会儿记得吃。但是你晚上也没吃什么东西啊。空腹吃了药会不舒服啊，跟你说你也听不见。山娘，山娘，你醒醒，我给你弄点绿豆汤，你喝点儿。我不喜欢甜的。我爱吃甜的。我跟你说啊，这个绿豆汤里面呢，我没有放糖，但这个真的是治疗发烧最好的良药。小时候我都喝这个，不用吃药的。你听话嘛。喂啊。干嘛？手脏。大哥，我洗了，我刚刚洗了三遍。你快点，我告诉你要配合。我现在呢，再给你物理降温，这样你会舒服很多。谢谢你啊。舒服啊。我哥的电脑密码是蓝星花的首字母大写加上0821。你说蓝星花？蓝星花是我妈妈生前最喜欢的花，现在长生酒店的花园里还种着一些，我哥一有时间就会去打理一下。0821是我妈妈的生日，设置这个密码也是为了纪念我们的妈妈。知道。这样，名单呢，我会尽力。
我想办法。那拜托你了，夏姐姐。蓝心花是我妈妈生前最喜欢的花。这个蓝心花它不能一直晒着，它晒了一早上才会蔫掉的。让你不用浇水，它是晒蔫的，又不是干蔫的。有什么事儿吗？有人动过我的电脑，上面显示这个文件在今天上午的10:13被打开了，那个时候我不在房间。不能啊，您的房间除了我之外其他人不能进来啊。难道是夏小姐？你让安保部把今天上午我房间门口的监控调出来。好。没想到真的是夏小姐，看来他还没有放弃吴云的玻璃当信使，团购社的案子只是一个幌子。原来他打探你的各种消息只是为了电脑的密码，我还以为他真喜欢你。你说吧，你觉得我哪得罪了你？你自己做了什么心里没有数？你为了套出我电脑的密码，真是煞费苦心。原来你都知道了。其实我今天出来，就是想跟你说这件事。是啊，我都知道了。你要说什么？说我给你安排了一份工作，然后你恩将仇报是吗？什么叫恩将仇报啊？我跟你出来确实有我的目的，但不至于像你说这么难听。莫名其妙的。我莫名其妙？我怎么觉得是你莫名其妙？哪有人上赶着给自己的前男友办婚礼？证明什么？证明你已经放下了。我看你是被抛弃后心里扭曲了吧。过分了，沈振宁。